push away the attacking enemy. And life, edge of the sky, to sleep. So the jobs I like, and if I find it, I'll feel the easy go, but that isn't true. It's always stepping point. Let's walk so life with deeper peace.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阿酷。极限大战阿巴实况开始啦。这一款大家动手啦。如果玩过激战的话，这一款我想很多人都有玩过。然后这款也是我玩过激战里面我自己觉得评价最好的。我也是最喜欢的一款，各方面来说都很好。真要说唯一的缺点的话是。他们有第二轮要素，就是你全破之后你重打他并没有继承什么步数轮之类的，就是全部重来。步数轮系统在第二次 Alpha 才会有，对。这一点我是觉得是这一款就是这一代最可惜的。也是觉得唯一算缺点的地方。要不然其他各方面我觉得这一款我真的都很喜欢这样。好，我们今天开始进入游戏了。老样子嘛，就是选主角嘛，主角八个人这样子。当然有玩过 OG 的人的话，如果有玩过《极限大战》OG 系列的这八个人，我想你们都是熟面孔啦，都认识啦。当然啦，我是喜欢选女角啦。我之前打 PS 版的时候，就是我第一次玩的时候，十几年前了吧，就是是用雷欧娜，然后玩超级系，这样子。真实系不是说没有玩过，我是在 DC 版的时候重玩的真实系，PS 版我没有玩过真实系这样子，所以说这次实况我就选真实系，然后当然选女生，这上次选雷欧娜嘛，这次的话我就选。Leo， 啊，可以改一下设定内容，名字不会变啦，名字不会变，性别当然更不会变啦，然后生日就改自己的生日。虽然我知道有那个你可以打那个特殊生日会有奇迹之类的，不过我是没有什么关系啦。这个的话，从冷静快，然后超那个真实系。那算是这样子了，好，开始咯。然后他的配对就是 Task 嘛， Task 的话就随意吧，毕竟他加入也是好一阵子之后的事情了，就随意就可以了。 App 的话超级系好了，不能改哦，好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
我说我在游戏开始之前先简单那个杂谈一下这一款，可以说当初的震撼很大哦，因为在 F1 集片结束之后再进入这一款的时候，无论是参战的机体也好，或者是最重要是动画的，就是游戏的表现，加入动态机器的动态动作，以及角色驾驶员的 cut in 之类的导入，变得很生动，演出变得很棒，比起之前几前面几代都来得很生动，那时候一看就吸引了目光，这样。这个就是一开始，我们先看一下，这是一开始的剧情，就是宇宙怪物袭击吧，然后这个就是勇往直前的部分，但是续篇剧情啦。宇宙怪兽袭来了，所以我们要去迎击，但这个时候还没有冈巴斯达啦，他们开的是那个练习用机器人去应战。设计这个续关一开始也可以熟悉一下那个操作这样子。当然我算是激战，我激战基本上 80% 到 90% 的激战游戏我几乎都玩过，所以说不太需要适应这方面的啦。顺便讲一下，我这次实况的话，对，就是有一个玩的方式是，因为激战阿法开始就可以切战斗画面嘛，对，对，这个设计最重要的，对，为了赶时间而做设计，当然如果从头到尾在打的时候全都光画面，其实很无趣的，虽然说会打比较快，但是其实对于观赏的人来说，从头到尾都是光战的画面，其实看起来很无聊这样子。所以我这次的实况的做法是，我方攻击的时候不会观战的画面，就假如是我方在我主动攻击的时候，但是呢，轮到敌方回合在攻击我们的时候，我基本上都会观战的画面。对，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式，因为如果你我像以前的激战一样，我方敌方都看战斗画面的话，其实很耗时间，很花时间的。对，所以说我是打算说，敌方回合就观战的画面，我方攻击就全都打开，比较不会，就是说比较平衡一点，也不会觉得无聊啦，就是对观赏者来说不会那么无聊。哦，光子鱼雷啊，先不用加必中也无所谓啦，反正只续光而已，应该打中吧。哦，还蛮痛的哦。好，既然我方都动过了，就结束这一回合了。哦，打我了，看一下哦，没问题。哎呀，竟被打中了，还好才一点点。应该就是原创系的敌人啊，当然有玩过都知道这一定会撤退的啦。
序章这样结束了，接下来马上进入第一章咯。在这之前先杂谈一下好了。第一章嘛，对，先讲真实蜥好。真实蜥的机体就是凶鸟嘛，凶鸟 Mark II， 到后面就换凶鸟 Mark III， 嘛有玩过都知道啦。哎、欸，一方面，其实我蛮喜欢凶鸟的啦。虽然说我一开始是玩的是超级蜥，但是之后打 OG 系列来说的话，我对凶鸟的喜爱还是高于超级蜥的古人加斯特啦。对，只是说我当时为什么选超级蜥，说实话我也忘记为什么了。因为我自己是真实系，比较喜欢真实系人的人啦、啊。欸，我比较喜欢真实系。然后玩以往玩激战的喜好用的机体也大多是真实系，对，超级系喜欢的并不是很多，这样子，所以我想这一次玩真实系应该可以玩得很尽兴啊。虽然说 DC 版玩过了，然后如果含 DC 版这款算是我第三次玩的啦，对。不过距离上次玩也有一段时间了，所以说有时候还是会忘记，哎、欸，比如说手电度的拿法等等。好，那个结束了，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一话。现在的位置在太空中，赛德七的宇宙咒域。哦，修鸟二号机。哦，吉坦斯啊，看这个机体
看这个机体来判断的话，是马拉塞跟盖布兰，是盖布兰吗？不用了啦，这个选择的话，你选那个战斗确认，不需要战斗确认，就可以增加一的熟练度。如果你玩过激战款，它大概也不需要确认一下怎么战斗了吧？应该动手，我看一下。然后就是那个 Auto Lambulu 那个枪，然后这个是那什么枪子。加克拉姆修塔，他的那个类似转轮的东西吧。然后敌人目前就这一些，算好应付吧。对，盖布兰跟马拉塞。然后一开始先挂个集中。算是占尽优势啦，不用担心打不过这样子。机体优势还是蛮明显的。哦，是那个阿卡玛，然后科瓦多罗。联军来咯，但这些敌人就交给凶鸟一个人对一台对付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了不起就派梅塔斯，那个派梅塔斯过去做修理装置的，做修理装置而已啦。不太需要那个另外三台里克蒂亚斯去帮忙。哦，科瓦多罗，稍微前进一下就可以。然后这边凶鸟就专心对付，用剑应该就可以了吧？ダイエットインサイド、攻撃開始。しまった、直撃か。嘿嘿，轻松轻松啊！在升级了，主要注意应该是盖布兰呐，盖布兰，盖布兰的部分可能要小心一点。哎呦，竟然被打到了！哦，漂亮！现在就是那个梅塔斯的跟梅塔斯的回合了，做修理装置那个补血这样子。接下来就盖布兰了吧，盖布兰的部分应该还是给凶鸟处理就好了。我看一下哦，就用这一招吧，应该没问题。
有点像是溜溜球的类似的武器。哦，防护罩呢？可是命中的二十星怎么躲不过嘞？哦，算了，反正没扣血就好。哦，竟然不打我？他应该的目标应该是打那个科瓦多罗吧？我怎么可能乖乖给你打嘞？把我当空气哦。挡你一发。あなたはここまでよ。なんだと。好，第一关结束当然，这一段剧情原始剧情是来自《机动战士力量弹》，就是科瓦多罗跟汉肯舰长他们是隶属于幽谷，然后迪坦斯，刚才我们的敌人是迪坦斯，其实两边都是联邦军，基本上都是联邦军的啦，但是因为迪坦斯所采取的政策而导致不满，然后幽谷就是反迪坦斯，他们即使是那个。同个联邦军，但是问题是立场不同，然后再加上迪坦斯的那一些精英至上主义啊，就是地球人，就是精英啊，宇宙生活者都是低等的那一种阶级概念，然后精英至上主义导致不满这样子。所以说，像科瓦多罗这样子，科瓦多罗跟汉肯或者是布雷克斯将军他们所。的这个组织是反对迪坦斯的，这在力钢弹的剧情。第一话结束后就先这样子了，先做个记录哈。
现在也没什么钱啦、啊、7200块而已。然后强化零件的话就是那个运动性加5的那个强化零件，就加在修鸟身上就可以。好，第一话就先这样结束了。之后我会用一话为一个影片为单位啦，基本上啦，除非是到后盘那种要打很久的，我可能会斟酌一下，可能两个影片一话分成两个影片这样，或是基本上应该是两个影片就够了，应该不会再分到三个影片去。那就到时候再看看，至少在以通常都是一话一个影片为单位，就跟我之前连载星际战一样状况。好，我们第二话见咯，拜拜。